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和全球和平力量的增长。伯恩斯局长作为全球最大间谍组织的负责人，一再走上前台告诉世人，美国间谍无处不在，无孔不入。感谢他的提醒，中方将一如既往地做好防范工作，不会让美国的非法行径得逞。